大家好，我是小胆子。那这礼拜从台北回来，有加了礼物要送给大家，嘿嘿，就是这个2055。有兴趣的就在这底下留言说我要抽2055吧。啊，记得要先做什么？按赞加订阅。这个影片如果超过1000个赞跟30000点阅，就把这一颗2055抽出去喽。赶快赶快留言加订阅还有按赞吧，记得要分享出去哦。那也要记得去看阿豹他们的影片，因为我们是合作影片，记得去抽奖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胆子，今天在这边看到茶汤会的饮料机加饮料倒加100块，他说拍照打卡还有再送东西，而且他说杯内有惊喜，所以我来加看看，看加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杯内有惊喜，茶汤会一中店再多送红茶两本，不知道大概十几公分高吧，15公分高一点，偏小爪一点点，只有两个爪套，然后有稍微内凹。试看看吧，哦，它里面有放东西，应该有弹珠之类的吧，欸，已经被投10块了，所以还有80块保值啊。两排多一点，倒掉了，那哇，后面的过来了。弹过来，没有弹过来，嗯，一下就饱了。丢过来，丢过来，哎，欸，捏得过来吗？被电一下下，嗯，啊，爆夹了，这么快，太快爆夹了啦！哎，夹什么好？乱夹，看有没有捏过来做墙位。提早脱爪，哎，这么紧哦，100块。